我们带您看日本女星渡边直美首度参演台湾电影，她今天是跟剧组演员一起到台北的霞海城隍城庙拜拜，祈求拍戏顺利，还透露说她在电影里面的中文台词。啊，でも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けど、怎么可能？啊，怎么可能？この作品もそうですよね。でも。はい、ティアボーとか、ティアボー、はい、いろんなこと、ヤムソーケ、あ、ヤムソーケ、ヤムソーケ、はい、いただいたヤムソーケ、はい。好，那其实这是渡边直美她首度参与我们的国片，还搭档演员刘以豪。被问到对戏刘以豪的感想，渡边直美说觉得他香香的，很期待之后跟刘以豪的合作。导演也提到渡边直美这个人是永远能量满满，在讨论剧本的时候也都相当的积极。Hello， 我是李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